我们排着队要去前面这边新山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夜市，看看他们这边晚上的夜生活，都是吃肉骨茶的这边。皇后夜市，嗯，对，皇后夜市。哦，臭豆腐，你还去拍个臭豆腐去吗？咋这么多人排队？黑不隆咚的一堆人排队啊！我们看他在卖什么呢？排这么多人，看一下啊。看到吗，大店，那个同人不同命，在卖臭豆腐，一间呢、啊、空着，直接不用排队就可以吃的，一间呢、啊、你看到吗？周六一个星期一次，鞋子、内衣、内裤，它这边是属于比较生活类的这种，对，每个地区都会有哦，看时间点 ，KL 的夜市啊，95%都是吃东西的，这边吃水果什么都有，哦、菜呀、啊、什么要买什么都有。都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一下的，哦，这样的呀，对，糯米汁，啊，看一下这个大姐做一下潮州糯米汁好不好吃？斑斓是什么？是一个叶子吗？啊，是一个香叶来的，白啊香叶来的。哦，它本来就是带金色的，没有特别。带着女儿出来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生活现在不容易。对，啊、生活不容易。是。好的，槟城的槟城拉萨，拉萨，这是槟城的拉萨，嗯，这是当地的槟城拉萨。这个是华人的咖喱包啊、哦，华人的咖喱包。咖喱干蛋，有这个呢。啊，这个大姐卖的沙丁鱼啊，又好吃可口。来一个来试一下，我试一个，尝试一下。嗯，哦，尝一下华人的这个叫什么？咖喱包，咖喱包，嗯，里面是沙丁鱼的，嗯，好吃啊，它的是微辣，这个就是王金咸蛋鱼这种，这个在 KL 也很多，也有很多就不要了，豆花，嗯，豆花。一 box 20，对，他们特地盯着，嗯，哦、看到吗？卖菜的，卖菜。有买人的，沙爹，沙爹来，沙爹来。想要试什么口味的？我只想吃一个牛，就这个。给你冷布，干冰，尝一下这个沙爹啊。嗯，哇，会已经很少见了，全部都是用机器，你要看到手工炒的是很少可以看到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手工炒的呢都是很好吃的，炒出来又香。啊，这个已经开始要慢慢要用机器代替的。对对对，嗯，这个我买一包来给你试一下。来，酱油 over 了，三点四块。来，酱油 over 了，三点四块。给我。来，酱油 over 了，三点四块。哇，真少啊。酱油 over 了，三点四块。啊，炒工的例子已经很少见了。来，酱油 over 了，三点四块。吉隆坡应该也会很多吧？对对对，我那天才学到这个叫尖多果肉，果肉包对啊，果肉包鸡皮啊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为什么也是由马来人来这边的，看到吗？这些都是马来人哦，这边都是马来人炒的经济面，跟他的经济面的口味类似相似哦，因为我在 KL 那边去华人夜市就基本上看不到马来人，对，这边在楼浮这边呢、啊、都不一样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三粒10块钱，烧肉，这海鲜，豆仓、烧冬，啊，这些顺风鱼、茄子、日用品，鞋子日用品还是占挺大多数的。实德福肉干面包，尝一尝那个，你看老板给的料多不多？3.5块这么大、啊，嗯，好吃。你要看那个馅料哦，那么多。对啊，你看你拍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有。对，我吃这么
这个居然才3.5块。这个就是鱼蛋，马来糕，不是华人的，啊，华人的，华人的，这个是华人做的，哦、啊，这是糯米鸡，叉烧包，生肉包，花生包，芋头包，啊，全部都有。你吃过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叫给我们叫什么样吗？这个叫什么贵呀吗？啊，水龟，啊，太补羊味了。对，这个水龟我没见过，放在一起可以啊。看老阿妈，看阿妈的手工，水龟啊。你有汤匙吗？啊，给我一个汤匙啊。是这样吃吗？其实要拿整个上来吃是最好吃的，放在这嘴巴咬下去，它的口感一流。尝一下，嗯，整个太大了，吃不了。这个口味很奇特。是果条吗？它是水桂，它是糯米做的，米做的，粗饭的那个米，还不错。我第一次吃啊，其实都有，因为很少了，已经开始慢慢很少人做了。至少是老一辈的人都会知道，老一辈的人都有都会知道谁做的。这个就是里面有椰浆的。哦，这样的啊。这个叫什么啊，老板？雪媚娘。雪媚娘？对。是自己起的名字吗？还是说？没有啊，这是中国，来自中国的。啊，中国的。对。哦。这个叫什么？煎笼包。煎笼包。煎笼包。嗯。它有这个有厚跟薄的。哦。这个是看到吗？那个是厚的，这个是薄的。你吃的这个是薄的。OK， 我尝一下。对。它还有馅儿啊，1.5块，很便宜啊。看，刚出锅的，哇，特别酥脆，嘎嘎香啊！我以为会很干啊，它没有很干，它这个里面这个酱有薄跟厚，对，它这个酱料还是不错的。这边是在讨价还价，这边好像是马来人卖的一样的。这个就是那边是刚才是华人的，这边是马来人的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对，也是一样，刚才你吃的东西是一样的。华人的感觉会薄一点哦。也是一样，华人跟马来人也是有薄跟厚的。对，卖衣服的好多。对，因为毕竟这个是那个什么吗？哎，这个是菠萝蜜，菠萝蜜。锅这个东西需要点技术，对，也有点技术，要不然手就全都弄得黏黏的。对，木薯卷，木薯卷，嗯，番薯，仔包，这个是牛仔包，对。这是什么？来，蒸糕，这是秀麦点心，点心都有。看到吗？这边华人跟马来人卖的其实类似，大同小异，口感区别一点而已。我看出来了，新山这边马来人跟华人融合的更好。你看，还有那个一叔叔啊，给你搬家布啊，大大姑的，嘎家布袋，这个叫嘎家布袋，是油条，星级油条，老油条哦。胖公公一个1.4块。嗯，大虾饼啊，嗯，吃过，有吃过吗？在酒吗？对，有吃过。有吃到不一样的吗？没有，还是刚刚哪一个？哪一个尝尝？有那个叉了吗？有那个，一直。你要辣椒吗？不要辣椒。哦，哎呀，嗯。相当 nice， 好吃，比较特别的粽子，对粽子。
大包，看到吗？那么大个的手工包，啊、那么大的，五块钱而已。好大啊！给大家比一下我的手，好大啊！叶子梅大包，像吉隆坡夜市就很多都是这种档口，得多一点。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啊，自己做的蛋糕。对，自己做的蛋糕，有 strawberry， 有奇异果，有芒果，有那个提拉米苏，有咖啡啊，全部都自己做的，特别的。嗯。啊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芋头叉烧包，这些蛋挞，蛋挞烧包，这都是我们。必须吃的啦、oh. 是马来西亚人都会吃的东西来的，糖养蜜，蜂蜜是吗？啊，对，正宗养蜜咯，就是养咯、oh, 散装的这种蜂蜜。对，马来人也是会卖这种甘蔗水，也是纯榨，对对对，现榨现卖啊。原汁原味。哎，这个好像是加了奶，咬牛油果，这个是牛油果啊，牛油果，牛油果奶昔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呀？那个？这个叫做士林汁。士林汁、啊。刚才我这边剪了，你可以每个来一点点试一下。来，你试一下看看是什么口味。试一下啊，我尝一点点啊，保证呢它的味道。是什么了？这个？啊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香的味道。它吃这个关节炎。哦，关节炎啊。上楼梯了。重庆胃痛几十年，有些老王的老奶奶看都尿得跑、嗯、胃酸也会治好，胃酸几十年治好，吃胃罢了，我都你放在口里面十分钟你的胃就马上见效，所以就刚才你试了蒸笼包哦。对，不要了，香蕉啊，芋头糕啊，有，我们叫萝卜糕啊，啊，萝卜糕，菜头贵，我们叫菜头贵，菜头糕，菜头糕啊，菜头果，我们叫菜头贵啊，啊，菜头贵，嗯，不一样，菜头贵，但有看到包的，刚才你看到没有看到包了吗？这边就有包的，包的是什么意思？薄的，薄的是吧？一个厚的吗？哦，马来人不做薄的。有吗？那有包，刚才那边没有吗？刚才那边没有包吗？哦，这边你看到就有包了吗？就刚才你吃的那个口味咯。Okay.啊，今天的就不是跟他们说度啊，我们刚才叫他是阿贝阿贝啊，我们说度他就，亚猫阿贝 TV 他就，哇，现场拔罐哦，他就在这个整个上面，这个是这本的那种煎饼啊，夜市卖咖啡，咖啡豆，咖啡豆，对，咖啡粉，哦、我们叫，哎呦，咖啡豆啊。咖啡给你榨好变成咖啡粉哦。你有咖啡了吗？我有，你可以买来试。对，免费的，是的，插一个。那玉米啊。哦，这个是当地的早餐，就是专门都是会买给小孩子啊，当做早餐来吃、啊。椰丝面包、奶油、家乡面包，对，他们都会来当做早餐啊，给小孩子去吃。一块钱，对，一块钱。什么五块？你拿六种菜，六样东西，五块钱。哇，好便宜啊！对，你可以看看。但是我不做饭啊。不做饭不用吗？鱼翅汤。鱼翅，嗯，哦，夜市卖鱼翅还是第一次见。提拉米苏啊，好吃吗？我们卖肯定好吃啊。没得吃哦。有的吃哦。有餐餐的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这样一条。这个是起司。这是三种 cheese， 他们三 cheese。这是 light cheese。拿回去晚上饿了吃一点。看到吗？华人、马来人。都一起，对，都是，主要的还是老板还是华人哦，丢了嘴拜，
你看那卖衣服的多不多，他肯定是有市场，他才会有这么多卖衣服的。泰式糯米饭鸡脚，这个是泰式的那个猪肉的。我在这儿看到了煎饼果子，这个糕我吃过，还蛮好吃的，热气腾腾的啊。60年代70年代的人呢、都会吃的这些饼。哦，这种饼是六七十年代。对，全部人都会吃的，看到我不懂、他们就可以看他们的童年的。哦，这种啊，全部是那种啊，以前老一辈啊，我们啊，这种啊，80后啊，70后啊，都会吃的童年美食。对，童年美食，都必须会吃的，看到吗？耳朵饼啊，这些啊，全部都会吃的，啊，这些啊，他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夜市上有很多帅哥跟美女啊，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边快到9点的时候，人就不是特别多了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这边有时间，10点他们就要收了。KL 是不一样。我就感觉9点钟人是最多的。KL 呢，他们知道 KL 可以到12点，我可能到1点，这边10点他们就准备收了。这样的呀。对，所以黄金时间是六点到九点。明白了。都是本地华人亲自亲力的做，很少外劳。你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吗？对。啊，这边这个就是柔佛的特色。吉隆坡那边可能外劳会比较多。这边都是自己亲自下手，自己亲自下去卖。这样的呀？对，你有注意到吗？全部包括这些人都是自己老板来的。哥，这边是什么地方呀？三条溪。三什么？三条溪。三条溪。往过三条溪。怎么这么大呀？对呀、很大啦。我的天哪，这吃饭的人好多呀。对，这边呢什么都有。可以，那我们简单转一下喽。简单看一下喽。